再来看来自体育方面的一条资讯，来自中国的东莞猎豹队呢，即将与新西兰 NZ Breaks 队啊举行三场比赛，10月4号呢将在奥克兰举行第三场比赛。来看记者发来的相关报道。我想应该是 Breaks 这支球队实力会更好，因为我们呢，有一个外援还没有到，还有两个在国奥的内线球员，因为代表国家参赛，所以这次也没有来。那我想这次比赛最重要是能够通过比赛互相有个交流，能够通过比赛能够帮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有个提高，这是我们来的最大的目的。China Southern Airlines. Tonight we have Mike Ma here tonight, and Mike,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efforts you put in. 这种这个文化交流的这种一种事业吧，得到双方或者是几方的共赢，让更多的新西兰本地的这个洋人能够了解南航，知道南航。